展现我国军坚实壮盛的一面。啊，是。进步。请训练手臂、腿部及腹部的肌耐力。九三军人节将至，国防部在自由广场举行军人节暨国军人才招募活动。动态部分有三军越仪队、陆军专校战鼓队、陆军特指部战技操演、海军陆战队蛙人操及举拳队操演等单位的表演。在装备展示部分，有爱国者三型飞弹、天宫一型飞弹、雷霆两千多管火箭、M3 伏门桥、复仇者飞弹车、云豹甲车等12项装备展示。互动体验有 T91 步枪模拟射击、90手枪模拟射击区、伪装和小型天堂路等7项体验。相当罕见的是，国防部首度将刚完成部署的爱国者三型飞弹以机动部署的方式进驻台北市中正纪念堂，这也意味着未来若遭受导弹攻击时，爱国者三型飞弹也可进入台北市区保卫中枢。记者杜建聪台北报道。